来我们家大餐，我不拍你们两个了。好，来介绍一下，最年轻抱过最年轻的女孩子。来，介绍一下来。你说要帮云云洗尘啊？太丰盛了吧！来，赶快要帮云云洗尘。今天是云云洗尘。好，介绍一道一道来。这是他点的砂锅狮子头。哎，那这我自己做的家乡花枝饼，豆瓣鱼。什么鱼？豆瓣鱼啊。豆瓣全鱼。来，这是什么鱼？鲈鱼。鲈鱼。哎，然后这个是炒透抽丝。哎。然后透抽丝啊，听不啦？套丢啦。套丢丝呀。好。芥蓝炒肉片。透抽丝。黑胡椒牛柳。海瓜子。然后那个酱爆虾，粉丝煲，然后蟹肉沙拉，肉酱炒鲜笋，然后甜豆炒鲜蛋，好，安尼好，做好食。